大会，生活品百味，方言小课堂尽在麻辣烫。我们四川人哈，肯定都听过宝器这个词，宝器宝器，宝贵的器具，按理说呢是指这种宝贵珍惜的东西，但是在四川话后头哈，我们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傻乎乎的，像个活宝一样的，出洋相做事情稀里糊涂的，你宝器哦，你讲话没得点轻重，你宝器哦，甚至啊穿衣服搭配的丑都可以说他一声宝器。宝器这个词早在南北朝的世说新语中就出现了，此碗扶疏空谓之宝器，说是王公拿一个琉璃碗做比喻，嘲笑对方肚皮空空是个无能之人。这里的宝器哈，就已经有傻瓜的意思了。到了我们现代，宝器这个词骂起来是咬牙切齿的，其实哈真不咋个伤人，一般啊都是关系到位了，你才会听到这句带了几分宠爱味道的宝器。好朋友之间调侃一下，夫妻之间打下嘴仗啊，长辈啥子惯事下一辈啊哈，多半都是在说对方傻得可爱，傻得心痛。不行啊，你下盘注意听一下哦。嗯，我刚说好吧，来来来，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哎哎，咋着？今天不得又有啥特殊服务吗？我昨天脑壳才整开花了哈。废话多，那，哎呀，你放心，今天不会再纠缠你了。哎，我去吃个饭啊。你真是才一天觉悟就那么高了。嗯。饭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嘛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。我觉得幸福村的这村民对我好好，就跟关心一个绝症病人两个样的。我一走回屋头来啊，你又对我那么好，没对，我总觉得哪儿没对。你看他们说啥没有？没有啊，我问他们都不说，就是摇头叹气的，我感觉我就跟生离死别两个样的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脑壳被撞一个包你就出窍了，东想西想，光吃不长。吃饭吃饭，嗯，吃饭。我自己没啥。没有，不得吃饭。啊！回到千千万万年，也回到千万千。天太郎。你的脑壳当中还是来冲身高的哇，存这些钱的地方千年不变，找这些钱完全不需要啥子智商嘛。哼，哎呀，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存钱呢？没得了，绝对没得了，都找你搜刮干净了。嘿嘿，你的话我要是信了，简直被你拉低 IQ 指数了。亲爱的飘飘，这个可以放下来了。去给扔了。我得了的嘛。这个是啥子？这个信还在这儿呢嘛？啊，信给我！咋？看不得。亲爱的蔡龙哥哥，亲爱的飘飘，你还记得我们村河边的小树林吗？天才了！你听我说，这个人你晓得的，他是我的初恋。当然重要，重要到可以回避私房钱放在一起，重要到你宁可把信封吞来吃了也不想让我发现。天才龙，你当我是二百五嫂？周兄，喝点茶。谢谢老师。还没弄完啊？哎呀，活路比命长，你先休息吧，工作是做不完了，明天再弄。哎呀，不行，
老婆，今天我才因为迟到的扣了奖金，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，万一天你起来请我咋办？现在你开口闭口就是奢侈品行业，我现在买不起。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就是要给你买你喜欢的东西。我现在买不起，总有一天我买得起的。老公，你说的好励志，我都被感动了。哎呀，大半夜的你还感动啥子？快去睡了，快睡了啊！人家都说美人呐是睡出来的，快去快去啊！越睡越美丽，越睡越漂亮啊！哎，凤妹儿，不是说表掌柜那天你才带的吗？你不怕整掉啊？喂，你乌鸦嘴哦！哼，这么好的东西，磕到那儿嘛，可惜了嘛。反正迟早都要还的，多待几天啊，好生享受一下。对的对的。哦，凤妹儿，你晓不晓得，钟总出事情了？啥事啊？钟总得绝绝症了。啥绝症啊？哎，不得哦，昨天单位让他好好干干的嘛。啥病？啥子病我不晓得，这些事你咋个能够仔细去打听呢？这个是伤口上撒盐，你是他的直接领导，你应该好好的关心哈人家。怪不得哦，昨天我看他脑壳上包起的，我还在洗他脑壳，是不是真的哦？人命关天，这些事情开的啥子玩笑哦，是不是嘛？也太狠了嘛！打得这么惨，我等下还要去见新上任的领导的嘛。王老板，我命令你这哎，是啥意思嘞？钟总他没事了，医院是误诊，误诊。钟总真的没得事啊？真没事了，他精神得很，一大早还去上班了。盖盖，如果真的有啥事情，不要跟我们客气哈。我没有客气。姚爸姚婶，谢谢你们仗义，我先走了。朱树的牙子都飞走了，要怪就怪自己心太软。那么好，你还在练俯卧撑啊？哎呀，你这种练效果不好，你放低点练哈，效果就好。你看我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胖哥。哎，我练累了，我进去喝杯茶啊。哎，好。
亮，你在算啥呀？哎呀，算账的嘛，咋个算都斗不拢一条项链的钱。哎呀，我今天啊，算是想明白一个道理了。人之所以为啥子有这个密集恐惧症，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美，人怕的呀，不是密集，而是丑陋。飘儿呗，说人话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嘛，如果那个100元的人民币一大一大的在你面前堆成山，你是害怕还是喜欢？还是喜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有啥子办法能迅速的发家致富嘛？咱俩又不比人家凤姐，人家凤姐吧好歹有一个正式工作。哎，要是咱俩也能挣钱就好了。哎，你这个办法好，好歹我还是读过书的人嘛。要不是我们天才郎不喜欢我去上班，说不定啊，我早就打下一片天地了。也是啊，你看我，就凭我这个颜值、IQ 值，秒杀 N 个凤姐。岳叔伯，我没有迟到，你还真没迟到啊！岳叔伯，我保证，我今天整个身体和灵魂都是带到公司来了的。不是我这，你呀、啊，中尊啊，我要向你道歉。啊，我昨天对你态度太不应该了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来兼职上班，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岳叔伯，我这都是小问题，随便咋个嘛，不能影响你工作噻。你这么太感动了，不是袁叔，你这样我没得好习惯了。龙哥，楷模，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楷模啊！我这，我先走了哈。哎，袁叔，那是这样子的，今天呢，我要见个客户，人家吃饭喝酒，你陪我去，你晓得我又不喝酒的，遇酒就倒的。哎呀，爸爸妈妈，哎，你不晓得我那个酒量是不是在你面前都是渣渣？哦，你谦虚了，我正儿八经的。那酒量不好嘛，你多多练习嘛，你陪我去嘛。哎呀，今天我老丈来了。哎，你上次就说你们老丈来了。哎呀，这怕是真的呀。我上回是假的说，你假说喝过，你太不可能当你当兄弟陪我去喝过酒，你不讲开。妈妈，你咋那么懂事呢？中儿现在啥子状况？你还想陪你去喝酒见客户的？不对，我这是小问题，没得啥子，没得啥子。哦，对了，财务室电脑要弄，我该保险弄一下啊。中儿，你不能去哈。中儿，凤姐平时对你太歪了。我虽然对你唯我粗暴的态度给你真诚的道个歉，你千万不要往心头去哈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放宽心。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该耍就耍。你放心，领导说工资照发。不是不是，那个我咋觉得刚刚过了一个晚上，所有人咋对我都那么好呢？比我的亲妈老汉儿对我还好。钟主任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咋个不给我们说嘛？还一个人每每承受，每每奉献，真的都怪我们对你关心不够。凤姐，你就不要指责了嘛。我们都做得不好，同桌儿，同事们晓得你的情况，准备给你发起一个爱心募捐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。不是，凤姐，袁主管，你们在说啥子？我咋越听越糊涂呢？啥子爱心捐款哦？假造谣嘛！一没得必要，没得在的。哎，那我也需要点爱心，你们可以加点。妈妈，妈平时咋个教育你的？中儿现在是最需要大家关爱，需要搭把手。你不仅不搭把手，你还在落井下石。对的嘛，你要是马上得绝症，我马上就给你捐款。啊？不，等。哪个得绝症啊？中儿，你不要装了，得绝症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去治疗。你现在好好检查，该吃药吃药，该治疗治疗。你放心，钱用完了，我们又捐。凤姐，你的意思是我得绝症了？盖盖说的对吗？啊？
喂，刘处长，我马上就弄好，马上。哦，你不着急哈，我刚在文化馆办了点事，现在在单位附近，马上就回办公室。哦，等会儿叫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你，穷闷得很。你眼睛在看天哦，你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在打电话没注意到，确实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像话。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哈！奢侈品大甩卖，奢侈品大甩卖，不要一两万，不要一两千，也不要一两百，白菜价，白菜价，便宜卖。男的买来送老婆，嘿，划得戳哈；女的买来笑哈哈。大哥，看好吧。这个咋个卖的？这个，哎，还没开张，80。是不是歪的哦？大哥，你这在开玩笑？人家都卖几大万、几大千，我卖几十。要是说是真的，鬼都不相信。你看，这个是我们拿的市面上最高的版本，你在外面去难辨真假，随便专柜随便晃，对不对？仿的真的很。哎呀，不生说了，40。这样子，大哥，最便宜你要给60。40，不卖就算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哥，哎，哎，来来，开着车也卖给你，卖给你。哎呀，嗯，哎，搞发明堂嘛。眼睛在看天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在接电话，真的没注意到。哎，你还要不要？快给钱来，来来，装起走了。下次再来照顾我哈，大哥，慢走，拜拜。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哈，奢侈品大甩卖哈，不要一两万，不要一两千。我的钱呢？钱。肯定是撞我的哇，把钱给我偷起走了。就算应聘去了，也不可能马上拿到工资噻。卖项链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。猴年马月嘛，总有个盼头，要不然一辈子没指望。凤姐凭啥可以在咱面前耀武扬威？不就是她有一个体面的工作？不管咋样，咱这一次一定要拼一把，不能被她憋下去了。哥，你们两个是面试的哇？哎，行行行，那个我们这儿是一个人收50元手续费啊。哦，好好。这个是假钱哦，可不可以重新拿一张？啊，不得哦，这个是今天早上我才从我们老公那儿。对不起啊，兄弟，要不是我老婆打电话给我说我钱包头有假钞，她把钱给我拿了，我还不晓得。哎呀，走开！我今天本来约了人家谈公事，结果被你搞到派出所里面去了。哎，对不起。拐了的嘛，我也约了领导谈附近，拐了拐了，哎呀拐了拐了，哎呀，喂，哎喂，刘处长啊，对不起，我这儿出了点状况。哎，我也正打算给你打电话，我这边也出了点状况。刘处长，你就是新办完的刘处长啊！误会，误会。你堂堂一个文化站站长，还出手打人，你这个文化站还想评先进啊？哼！刘处长，刘。
事情一定要清楚。啥子事啊？我们公司啊，对每个员工的仪容仪表要求非常严格。你在进门的时候，门口有个鞋垫，你在上面把你鞋垫擦干净没有呢？擦了擦了。我是一个非常爱整洁的人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公司啊，要求每个员工必须要非常诚实。诚实？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。但是啊，我公司的门口就没得鞋垫。啊？请问你擅长什么工作？我啥岗位都会。你这儿都需要啥岗位啊？我见公司缺的是程序员、打字员、会计，可能我们公司没得你的活干。哎呀，没有活干无所谓，最主要的发工资就行了。下一位。这都是我们第18次应聘失败了，我不想去应聘了，我都走不动了。我也是。你说他们到底要招些啥样人嘛？啊，就拿我来说吧，虽然我读书少，但是我想法很多呀。虽然我个子小，但是我胆子很大。虽然我嘴皮薄，但是我脸皮厚呀。你不至于啥都干不了吧？嗯，是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就不要气了嘛。哼，你还不是故意的？你不是姑娘，我要把钱给你。我一句话没说，他们两口子就像唱双簧一样，把人逼得癌症都犯起了。我刚要解释吧，钱就送到你面前了。我说我不要，他们又说我看不起他们。遇到这些热情又殷勤的邻居，我也是醉了。你还有理了？啊？这个是人家好心，你是利用人家善良。哎呀，我都知道错了嘛，我都道歉了，而且把钱也还回去了。我输的是一元古镇，也没造成多严重的后果。古人有句话说了好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你不给我买项链，我也不至于搞出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儿。你咋哭起来了？那真是我的错了。好，不哭了不哭了，啊，我错了我错，来来来来，吃水果，哎，我错了，哎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对了吗？哎，老婆，我错了我错了。哎，你今天回来早哦？回来早有啥用嘛？开水都不晓得烧一口，只晓得坐那儿生气。家头那么多事情都没有做。哎，你把那个地拖了，把布抹了，换下来的那些床单被套衣服都洗没有？去把车洗了，换下胶了，把猪儿喂了。哼，屋头啥子事情没有做嘛？个人看到自己把它做了嘛，眼睛放亮点嘛，不要非要啥子事情等到我来说，躲一下跳一下的。你还好意思抱怨？都怪你，害得我把心上人的领头都得罪了。要不是你把我钱包头的钱搜刮光了，我咋个会冤枉别个是小偷？你晓不晓得，那是心上人的刘处长啊！这下我们凭先进文化站的事情，多半都泡汤了。个人工作不顺心，心情不好，还好意思怪我？你要是早点答应给我买项链，我哪至于把你包包头的钱拿干净嘛？是我的错，还是你个人的错？你，我的错。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哎，这个是哪儿来的呢？哪儿来的？我买的。你买的呀？不是我买的，未必然是你买的。啊！彩龙，我的乖彩龙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哎呀，我就晓得，之前一直说不
给我买，原来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，说我太爱你了。呀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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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你喜欢我。呀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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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我喜欢你。呀咪呀咪。